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出院的？3个月。3个月。妻子真的好有力量啊。对，其实文文弱弱一个女生，长长的头发，笑眯眯的，但那个时候的那个力量是其实给了先生无比大的支持。在医院里面3个月，我同他住院以后没有离开过半步，因为不放心人家照顾嘛。嗯，然后就一直自己看着。3个半月没有离开过医院，就一直在我身边，所以导致他眼睛甲状腺眼疾，现在也是挺明显的。对，我看到对那个女生的眼睛有一点、这个、眼球突出，眼球突出，当时眼皮盖不下来。后来我们问了很多医院，我们找到一个医生可以看他这个眼睛的病，但是他这个眼睛病比较特殊，他要做2次手术，要反正很复杂，要休息2个月。我爱人为了照顾我，所以直到现在还没去做这个治疗，因为我要是去的话就没有人照顾他了。对，他不放心，我也不放心给人家照顾。就是甲亢引起的是吗？对，甲亢引起，因为熬夜嘛，就很突然，睡醒就这样子了，眼睛。对啊，睡觉，他眼睛也闭不拢，因为看，他看下面，他这块突出的时候会把他眼睛掉了，盖不上。哎，嗯，但我还是觉得你妻子很美啊，就是在我心中永远最美。对，杭州女孩子那样最美的样子啊。对。后来是3个多月终于出院了哈。出院的时候什么样的状态？可以走了吧？推着轮椅第3个月我可以自己走，我拿拖把，我没有用拐杖。第6个月的时候我几乎每天能走10公里。哦，每天坚持走这么多路程。最多一天我17公里。我早上4点钟开始练，4点钟起床到中午就在练走路。所以从最初其实都想过放弃，但有家人的支持，你又变成了那个最勇敢最执着的人，一走走10多公里，我都走不了。但第6个月的时候我走了17公里，我老婆电话打来的时候，她把我接回家，她说你怎么走这么远，很担心，因为我每天都太早。后来我老婆为了防止我凌晨4点钟就偷跑出去了起床，晚上让我看电视。
让你晚点睡，别那么早起。让我看连续剧，看到9:30才能睡。有时候没有，实在没有办法，看连续剧也要睡觉。我就挠痒痒，怎么样给他都要挠到9:30才给他睡。